紧。我求求你，我今天就求你。苏琴，你给我等去。妈，等去啦。我不要。等去。妈，你给我等去。妈。妈。苏琴，你给我等去啦。妈，你哪把我送去等来啊？刚刚生出的囡仔，都是你家己的囡仔哦。我唔对，送给别人，都是别人的查某囝。黄秋娘师兄他是就是在1950年代乡村出生的孩子，那时候呢，农村的生活是比较贫困的，他们家有11个兄弟姐妹，然后可是没有办法养这么多的孩子。来来来，请进。第一位女主角王美雪小姐。哦，久仰大名。是我们的本尊黄秋娘师兄。你好。新任的主角黄秋娘有11位兄弟姐妹。众多的人数容易让演出的人分不清，因此剧组特地在开拍前安排了一场相见欢，让本尊与演员面对面向演员们介绍每个兄弟姐妹的生平。姐，你在忙什么？准备那个介绍黄家的命运与运命。这位是演我们的大姐苏玉静。哦，大姐。在故事中要呈现出当年姐妹被送去当童养媳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些事对秋娘的影响，就在开拍前，本尊也详细的说明：你一定要好好对待阿华，都拜托您了。你放心，我一定的。从采访到拍摄，就一直很注意的一个区块，因为我们毕竟都是现代人，然后我们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说，哇，古时候人为什么会做这样子一个选择或者决定？刚好就是因为我二姐，她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她给人家，但是我妈妈就一直叫她要回去，但是那边虐待她，那时候虐待她，但是她回来要诉苦，但是妈妈一直要逼她回去。妈，你看，你这个给我怕。好啊，你哪个回来啦？你紧回去啦。妈，你给我回来好不好？好啊。你现在结婚就是大人了，所有的苦你就要靠你来，你要靠坚强的，你回去，你给我回去，妈，妈，妈，你等我。连女儿回来了都不开门让她进来，我们其实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怎么会这样？可是后来我们再一想，就要设身处地的想，还有那个时代背景，你要设身处地进去，你才会想到说，其实，在那个年代。那是一个承诺的问题，那你已经承诺说我的小孩是给你们家了，那这就是诚信问题了，你不能够说还随随便便让他回来，那是违反当时的礼俗的事情，所以妈妈其实是很尊重当时的礼俗，所以她关了门，在门后，在房内，她自己内心的纠结跟痛苦是非常非常无以形容的，但是对那门外的女儿来讲只能哭喊，所以我们还要特别安排一个桥段，就是他在他的皇母在他的卧房里头，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门，门后面贴着他每一个女儿的照片，那个送走的女儿，他其实在那边是在想念他那些送走的女儿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所以师兄他
他从小就看到了很多的姐姐妹妹，就是被迫要送出去，然后离开家里，或者是要为了要供养他跟哥哥念书，然后而很早就开始去工作，所以他从小就觉得说他要立志，他要打破这一个他们皇家的这个命运，他希望自己来运命，自己走出自己的路。那他从小呢就有一个愿望，希望说他长大一定要把他这些姐妹全部接回家，让他们一家能够团圆。初中的时候16，这是一年半呢，是我三姐供应，这就是最重要的。我个人呢，就是所表现出来，就是我绝对不像命运低头的人。我从小就是非常非常的清苦，非常的坎坷，但是我要去应命，我不被命运所运。在跟小朋友培养感情啊。是的，我是小彩云，可爱的娃娃吧？抱着他都不会哭哎。他很乖，他很棒，佩服。哇，老天爷对我们很好哦，给我们这么可爱的娃娃，是吧？一开始就是从童年时候开始拍。进入剧组的时候呢，就大家都是刚开始，然后还没有磨合，所以王美雪她那时候就很尽心的，一开始就特别去跟小朋友，多相处一点。哦，你较久来呢，喂，咦，我没有想到我拍戏之余还要兼差当保姆，很可爱又乖的娃娃，是吗？我们的小公主拍一下。就是我们的腮骨，然后跟他们多熟悉一点，这样子也可以培养感情，然后所以上戏的时候会比较不会那么生疏，然后看起来真的是像一家人的感觉，有母子的感觉。导演从哪里？青海吧，青海啊，青海讲完不是你讲吗？哦，对，你又把他们当作我的小孩。所以说其实演戏是戏里面的母子，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也会像妈妈一样。当然，这样比较快，这样要入戏比较快。因为其实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就会尽量。这样你不觉得我们开始已经很融洽了吗？对呀、啊，当然很好玩、啊。对啊，很痒，没关系。这有那个有点潮的味道。桌子下椅子底下飞飞，那就不会痒。要忍耐闭气啊，但是这个比较不要被人滋扰。谢谢。但是很有效，是吗？到现场就会跟他们培养感情，认识。要，因为说真的，这些小孩有时候初来乍到，才第一天见面，就要当作那种感情很亲密的母子，有一点小难、啊、然后说真的，也比较为难这些小孩子，因为跟你又不熟，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就会跟他们交流，没事就会把他们拉过。那这样的话，这样戏才会好看。你觉得你自己演好不好？真的吗？啊，你鸡鸭冰卖的怎么样？今天是还没卖。你今天不是要卖鸡鸭冰？不是，今天只是跟哥哥他们讲而已啊。那你卖鸡鸭冰，一支2毛钱，你要卖多少钱？我告诉你，暴利。青海就是第一天遇到那个青海，然后演着，竟然跟我说，你又不是我亲生的妈妈。然后我就突然，哦。就说你这样子妈妈好伤心，我说可是我是你戏里面亲生的妈妈，他说你又不是我亲生的妈妈，我说哦我好难过，我流下两滴眼泪。然后那天其实我不知道开玩笑嘛，然后那个晚上演完之后，我去卸妆的时候就跑过来，他说你真的很伤心吗？你有哭两滴眼泪吗？我心想我已经忘了，就说哦呦我很难过，那你明天不要这样对我。他说我是不是伤了你的心？我说有，那你明天要对我好一点。他就有好，隔天来就妈妈妈妈有，隔天就比较好。其实我们拍了几天之后，大家感情就蛮融洽的。阿舅拿色，阿舅一下子一下来，求求你了，阿舅你今天怎么样？哎，女朋友你看过之后，好的，好的。好啊。
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如果他们演得好演得快，就帮助我们也演得好演得快，大家就可以快一点回去做工休息，对不对？秋凉，秋凉，往你的右边。不要踩线，踩线放这。你有没有看到镜头？看到啊。你看到他的话就看得到。如果这样，你有没有看到？看不到，还是看不到。前面呢，黄秋凉的角色其实才是小孩子，所以他主要很多对戏都是跟父母亲的对戏，应该说他们已经是很有经验的演员了。小童星则需要对人生的一些体验比较还不够，所以很多部分是需要让那个大人演员来帮忙带领入戏的部分。冲出来到这里之后，我让他慢慢等于他没想到会遇到你，然后他等于拿着东西就慢慢退后，那我不就等于是找不到，有点失望落寞的。这里我没有看到，对，反正我就是看到镜头就看到他退后之后你就上前，对，他退后然后你就上前，然后在镜头那对就看到你，对，他退再上前一点，对，然后就看到你拿了，对，然后会再跳出来，对，你有看到他拿了。我觉得梅学姐她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然后也很尽职，在于说她说她一定要帮助这些小演员进入剧情。为什么？因为跟她主要对戏的其实这些小演员，其实小演员如果表演的不到位的话，也会影响到她的演出，因此她就会特别的用心跟这些小孩子私下也有过戏这些部分，有情绪哦，好，就是我也会逼你，你也会跟我说，你们为什么答应的事情都不那个？妈，这喜欢几人？你呀，妈，这喜欢几人爱错啦？这喜欢几人错？哎呀，我写，这喜欢几人唔对？跟大兄还够亲戚无关系啦。先到这里哈，等一下你，我不定，我不动啊，然后你一步一定，我们再等，这样子。好，刘先生，来。来 ，OK， 来，五四三二，好不好？来，差一点。停住，打。可是你是有点黏糊糊的，清楚你知道吗？是的时候要跟试戏的时候要跟正式演的一样，这样才会好看。因为我说你应该要跟刚刚一样，结果位置没有那么对，但也可以，情绪是可以的，懂我意思吗？哎呀，你一定要把所有的动作还有情绪什么都做得利落一点、干净一点，这样戏才会好看。你安尼是咧创啥？比较希望能够很精准的抓到我们要演戏的那个 tempo， 因为小朋友毕竟演戏还不容易，所以要稍微带他一下。有时候你要期望小孩子完全做那么好，有一点困难。但是有时候也像是这样子遇到这样，如果真的是撞出很好的火花，这个小男生是很帅，然后也很聪明，但有时候会有点不太稳，还不是那么定性。但是我觉得可以教他带他。毕竟我们才拍几天而已，慢慢来，这个也要慢慢抓感情。你第一天拍更深色，哈哈哈哈，第一天拍更深色，现在我们比较有一家人的感觉。然后你们两个本来低头的，对不对？一听到短呀短色，对，一抬头。你先讲，那请过来呀。小朋友的戏，其实在整部戏里面是最感人的一环，在我自己认为。那包括跟他们对戏的父母亲或是姐姐妹妹的一个状况，那所以我必须要把戏引导出来，我就必须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就小孩子的个性来做一个适当的引导。阿静，阿静姐，没关系，你还没出来，你等一下，你还没出来，没关系，换成哥哥喊，你喊，阿静过来呀，你就直接对着外面，没关系。这个小秋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透过小秋凉的眼睛看了他家里的一些令他难过的事，而他却小小的无能为力的感觉，所以才会更激励他想要以后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帮助别人，帮助自己的家庭。阿川，
静过来呀、阿静，我提着。看着一个个姐妹被送走，秋良心里充满不舍。面对新生的小妹，虽然家境困难，却希望能将她留下。啊，哪剩恁两个伫厝啦？啊，你妈，不是应该伫厝内面做袂来？妈讲，学校要开学啊，爱拿注册费，所以伊要去趁钱。秋良其实，他那时候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女孩，然后那个小妹妹呢就很可爱，然后，可是就是因为家里还是养不了这个小妹妹。妈，有啥物阿静讲，姨妈才要过来。我嘛无想要甲彩云送走，啊，不过我去田里做事，我阁也无年纪，啊，旧离婚阁贵三三，敢是咱买会起的？啊，逐工安尼让彩云食高压水，万一伊若是食歹巴肚，你讲要安怎？我已经决定了。要唔过好啊，我已经讲，我决定了，我电话卖阁讲。保姆在戏中，因为要送走那么多的孩子，对一个女人，对一个妈妈来讲，是一个非常疼痛的、心痛的感觉。那中间有很多背后的那种心酸，一定要演绎出来。我们后来就深刻理解到，所以才会这样子的呈现。那我觉得梅雪姐在这一块表演得非常的好。不舍即将被送走的小妹，秋良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妹妹，将她从家里偷抱走。不要把那个，就是不想要把那个什么彩云送走，所以就偷偷把彩云抱走，然后这样子，那个阿神他就来的时候，他就看不到他，所以他就不会把他带走。大兄啊，你遐抱彩云要去底？秋良那时候就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偷偷的把这小婴孩抱到树林里头藏起来。到底是哪个彩云跑走了？你哪够细汉哦，无可能一人走出去啦。不会，我要追死伊。哎呀，你唔好出去啦，我出来找就好啊。你即马身体遐尔虚，万一拿出去，反倒是要怎？我身体袂要紧，我若无这个彩云，我袂放心啊。拢怪我啦，把彩云带出来，拢袂记你早文凤还佮梅珠啊。要安怎？彩云交你，我去想办法。好，你要较紧哦。嗯。你好，我是三二，我等下会先喊你的头。我是三二，你先这样子探头出来。哦，感觉都没有人，好，然后你就慢慢往前。哇。好，嗯，妈妈的，等一下再帮我接一步，对，五四三二，再走，对，再走，
小心小心。好，三步停顿，看着你，然后闭眼的节奏下。糟糕了，然后我要拍你哦，有低头哦，明知道不可以，你还是这么做了。五、四、三、二。练了鞋冲起来。小低头。糟糕，你糟糕了，被抓到了你，把妹妹抱走，你死定啊！彩云的，你把捧去倒位？主啊，恁囝吼抱着伊妹妹来美丽我的工寮，啊，我叫伊转。那一段戏其实蛮令人心酸的，而后来可是毕竟小孩子这样子作为是不行的，不能真的把小婴儿抱走，所以后来大人就是花了很多时间把他们找到，以后孩子还是被送走了。既然我已经答应你啊，我就应该做个狗。彩云，你得跟我走。彩云，哟，彩云，来，阿静，照照，你多看一下，多看一下自己妹妹，多看个几眼，再回来哭。不舍得看着妹妹，再回来哭。戏的人哭那么惨，就融入那个剧情里面。要去想那个故事吗？还是？对啊，就是看那场的那场那个剧情啊，然后就会投入那个剧情里面，然后就哭了，自然就会哭了。他一个人跑到那边，然后对天发誓，就是说立下了他的这个志愿，就是说他以后要有能力，然后让他的家人，然后帮助别人，让他的家人团圆。我不会靠，我勇敢，七公伯啊，请你我做证，王秋良，你今日真读书，打拼我的人生。总有一天，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拢接回来，我一定要做你看。